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中国研究院节目。参加今天节目的呢，是我们观众熟悉的两位老嘉宾啊，一位是陈小龙博士，一位是张巡先生。先请我们导播啊，将两位嘉宾请进来。小龙博士啊，张先生，你们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这个要过节了啊，祝两位啊。节日快乐啊！谢谢过去一年来的辛苦和奉献。谢谢大家。这也是我们的该做的。也在这里祝我们各位观众啊，这个节日快乐。好了，我们祝贺大家节日快乐的最好的方式呢，就勤奋的给大家做些节目啊，发表我们的这个精彩的、独家的看法。要转移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啊。新的所谓的新经济战略问题，那么这个我们最近啊关注中共的这个年末的政治局会议啊这方面的新闻的消息啊，好分析也比较多啊。那么前一阶段呢，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啊。那么这里头重点就是关注的是北京政权和一批互联网大资本家的这种紧张的关系。那么最近这个实际上这个方面的消息呢，源源不断啊。最近我听到说马云甚至号称国家需要的话啊，他的企业你想拿就拿走啊，这个东西啊是这个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么今天呢，我们那个可能关注相对啊侧面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啊，经济工作会议它实际上是在一种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背景之下呢，被迫做了一种啊新的这个战略。那么这个所谓的新的战略呢，啊就是一种什么内向战略啊，内向战略。那么这种内向战略呢，有人解读啊，这个北京啊，实际上在某意义上啊，现在把经济安全的这个战略呢，和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战略、独立自主的这个战略呢，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高度。那么我们呢，要先听听两位专家对这个所谓的新经济战略的这个解读啊，张巡先生，你有请。这个首先一个，目前他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当局他所处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是既成事实，对吧？他已经很难像取得这个前些他前几届那样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肯定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呢，这个跟那个国际就是国际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也非常不顺利，甚至受到很大威胁，比如美国的贸易战造成的供应链的转移啊，希望得到的技术得不到啊，那么以前惯用的手段，比如说以市场换技术，它没有办法实行啊，甚至逼得要进行结构性改变。你国企控制太多，以前比如说通讯也好，金融也好，被国家控制了，那个美国这边、欧洲这边都不说什么，没有什么抗议，现在的逼着你要改，所以呢。这些环境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去应对，对吧？但他不要忘记了，在这同时，前几届的好的环境他没有了，但前几届留下的问题却越来越大，比如说经济发展的这个债务的瓶颈啊，那这个现在目前越来越大的威胁，又造成一种滞胀和中等收入的这种下降，这个现在是越来越明显了。那同时呢，它 GDP 现在增长，因为它债务。它这种债务引起投资回报啊，这个剧烈的降低。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为了增长 GDP 所付出的代价比以前更高。不仅如此，比如说跟那个资源环境啊，这个资源配置啊，能源的这个短缺啊等等的，比如说最近那个拉闸限电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因为它在以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它没有对整个比如说你的能源结构进行一个本质的改变，所以到现在70%靠化石能源，那这种化石能源到最后怎么办呢？你受制于，比如说你想制裁澳大利亚，你煤不够了，结果就造成停电。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情况是它内外交困。那么内外交困，大家知道这个好比说，以前讲的说这个文革的时候，说我遇到困难怎么办？独木舟一株弱。对不对？独木舟一株错。那现在对于习近平，他就内在长大的，那遇到困难怎么办？
每次你会发现他上台以后，反复证明一点，就是说，他每遇到困难，他就把脸转向延安井冈山，所以呢，他就是不断的进行后退。那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祭出了一个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他就是说，我把这种经济增长型转成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策略，转成经济安全为中心的策略，那就对他的权力、对社会稳定呢，甚至对经济本身，那就是咱不要增长，咱们要安全，要求稳。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我认为他的一个目前开发出这套所谓的内向经济的一种想当然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就是说，他可能在未来啊，他现在基本方向是向左走。那有的时候一看不灵了，或具体策略方面，比如说遇到美国制裁了，他会放松一些，比如金融方面他放松一些，可以让你进来一些，这样的就想往右一些，有一定的摇摆。但整体上它是趋于恶化的，因为这种它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逆转的，最后走向一种经济的最后的一个失败。这个三雄先生呢做了一个解读这个想当然的说北京现在在经济内外交困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把目标转上了井冈山的方法和延安精神的方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较而且呢，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战略让位于这个经济安全的这个战略，小龙先生你怎么看？我给张巡刚才做了这个判断提供一些数据方面的补充。就是整个来讲这个我觉得中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咱不去谈他什么未来的什么新战略，这个什么那些花里胡哨的空洞的说法，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2020，今年。中共是花了大力气来拉经济，那么主要是三个手段。当然，这个有个大背景，就是上半年疫情的猖獗，造成了整个经济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那么，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还能够运转，而不至于趴窝，那么中共呢是用三个手段来强行拉动经济。第一个手段就是中央财政的赤字扩大了1万亿。第二是发行了1万亿，叫做特别抗疫国债，就是又借1万亿。这1万亿呢，基本上是对银行发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地方政府又获准，把他们用来搞基础设施投资的那些专项债，把发行量额外增加16000亿到38000亿。所以合在一起，今年这个2020，中共用来强行拉动经济的财政投资，达到了36000亿到这个58000亿这么个空间，占 GDP 呢大概是3%到5%。那么我们说这个，通常你要是投资回报的话，投下去1块钱，你总得产生个这个1块钱的收益吧？那么，投资当年投这个财政，光是财政还不包括银行的贷款，光是财政的拉动经济投资就是3.6万亿到5.8万亿，占 GDP 大概是3%到5%。结果今年这个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的经济，其实只占2个多百分点，很明显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共用这个政府强行的用财政投资去拉动经济这个做法，或者说这个政策基本失败了。当然了，你甭想在《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看到失败两个字，中共永远不承认失败这个 FT 有一篇文章，正好谈到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说说，就是经济恢复基本依靠投资，尤其是基建与房地产的投资来拉动形成这意味着过去老问题，比如不赚钱的僵尸企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以及更大的经营风险，并没有随着经济恢复而消失。我来就接着你讲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一下从常识上来讲呢，任何国家的这个经济都是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匹马来拉的。
那么2020年这三匹马表现怎么样？如果说消费出口情况正常，那么政府也不必花那么大钱，那么多钱去强行拉，把用投资去拉经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那么今年第四季度到今天还没结束呢，所以我们现在手头能看到的只是今年中国第一到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那么前三季度当中，第一、第二季度嘛，我们就不管它了，因为处于半停顿状态，我们就看第三季度。但总体来讲，第一季度 GDP 是下降 6.8%， 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季度下降 3.2%， 这个呢，经济情况不好，是预料之中的。而且这两个数字呢，我觉得它是只会少报不会多报的，它不会夸大它的严重程度。第一季度 6.8 下降，第二季度你是增长还是下降？下降 3.2%。啊，这个是增长，说是上这个我看的数据是增长 3.2%、嗯、不是下降 3.2%， 这个是反的、哎、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嗯、那是所以一二两个季度是、嗯、都是下降、嗯嗯、那么三季度经济活动开始复苏了，那么国家统计局说呢，三季度经济增长了 4.9%、嗯、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讲是只会多报不会少报。那么按照国家统计局就刚才讲的三季度增长 4.9%， 按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1.7 个百分点，然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0.6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你要把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合在一块儿看的话，三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2.3%。小龙，我查了一下，这个确实是说是增长 3.2 啊，增长 3.2， 国家统计局、啊、像人民日报、啊、BBC 都报道增长、嗯、好吧，我们先 搁着，因为我这里重点不是谈二季度，我谈三季度、嗯、我现在讲的都是三季度的数据、嗯、那么三季度呢，光是消费和出口是这个、哦、对，你刚才讲的 3.2 是下降还是增长呢？增长。我刚才说、嗯，这个数据是只会少报不会多报，嗯，不，如果是增长会多报，下降会少报，对，所以它究竟可靠不可靠，我也不管它了，我们就看三季度，三季度呢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只造成了增长 2.3%， 也就是说，假如没有政府强行投资来拉动经济，投资如果按这个企业自己的需要来投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那么这个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 2%。 也就是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一多半是靠政府强行投资硬拉起来的。那么刚才我讲了，一共是 3.6 万亿到 5.8 万亿的政府投资，那么这么大数量的投资花下去了，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到各行各业当中，最后都用在什么方面？这个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名堂了。就中国的投资呢，和其他国家一样，无非就是三大方向，一个是制造业本身的投资，一个是房地产投资，还有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今年一月到九月，现有的数据显示呢，是制造业投资是下降 6.5%。房地产投资叫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2%， 就基本没涨。然后房地产投资增加 3.8%。 那么这个三个投资的主要方向，他们的增减变化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三点。第一点，由于民众的收入减少，失业大幅度上升，然后消费疲软，所以哪怕是政府大力鼓励要发展实业，增加制造业投资，刚才讲的36000到58000亿的政府投资基本上没有进入制造业投资上，就企业不愿意投资。那么第二个说明，这个就是个投，这个今年投资在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三方面的变化。第二点说明什么呢？就是尽管地方政府大量发行了这个基础设施投资的这个专项债券，但是这些钱基本上没用来做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它只比去年增加了 0.2%， 和没增加差不多。那么这些钱哪儿去了？
就地方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专项债券，全用来借的新债都用来还旧债，也就是说他只是空赚，就把地方政府欠的旧债还了，借新债还旧债。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刺激经济这个巨额投资放出去之后啊，七弯八绕的，最后但绝大部分都进了房地产公司了。它当然是改善了房地产公司现在这个非常紧张的资金链，因为房地产公司房子卖不动了，盖房子的钱买地的钱花下去了，房子盖起来了，买房的人少了，房子卖不掉，住宅卖不掉，它当然房地产公司的钱就都赚不过来，要倒闭。那么最后呢，等于中央拉动经济的这个钱最后大部分是给帮房地产公司解的困了，然后呢也当然房地产公司也稍微增加了一点房地产投资，所以今年一到九月份房地产投资增加了这个 3.8。 实际上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的今年中共的36000到58000亿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基本上失败了，而这个失败中南海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呢他现在在今年明确说了2021年要收紧财政开支，政府要财政要过紧日子，就是不再多花钱了，而且也不再允许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我记得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谈过，这个郭树清特专门写文章在上海证券报上登，说这个最大的灰犀牛就是房地产，就是最大的爆炸性风险就是房地产泡沫。所以现在中共也知道房地产泡沫不能再膨胀了，财政也不能继续花这样的冤枉钱，花5-6万亿，最后拉出个2%的经济增长还都在房地产上。所以从今年的经济动向可以看出来啊，明年中国的经济可能比今年还早，就消费疲软会继续加剧，那么这会进一步导致制造业的萎缩，然后出口呢仍然会很困难。今年的这个最后两个月中国出口好像突然上升了，所以中国路透社也在那儿鼓掌，其实他也在掩盖信息。就在他那个鼓掌的那篇报道的最后有一句话引了一个企业这个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话，说一切都是疫情。路透社不去解释这个话，其实这句话才是所有今年四季度出口增加的一个钥匙，或者说是一个疫情相关封锁造成的国际上对个人防护装备和电子产品需求巨大，支撑了中国的出口繁荣，确确实有这样一种评论。其实呢这个还不太不是主要的，就是这个防疫用的物资数量是有限的，真正的问题是今年美国的这各大的这个零售公司突然的对中国紧急下单，抢货抢运。为什么呢？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又出现疫情了，所以不知道这疫情会什么时候进一步扩散。为了安全起见，这些美国公司说我们把明年一年的货今年两个月全定，先抢到手再说。然后中国的公司呢虽然心里高兴说嘿总算这个我的厂子又开起来了，美国人又下单了，他没想到这是明年的单。他当然是明年的单今年提前下了，货也运去了，然后不管你中国疫情起来不起来，这个单明年没了。那美国的零售公司一年销售季节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快结束了，要到明年这个时候美国公司才会把那批货卖出去。对公司美国公司来讲，下这个单本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他大笔的资金积压在这些货上，现在从中国订单下了以后抢运货物到美国，明年一二月份入库，然后要在库里压着资金压死在那儿，要等到明年的11、12月销售旺季的时候才能卖出去。所以现在的这个短暂的这个美国抢货造成的这个突发性的出口增加会明年被完全抵消掉，就是明年可能就出口减少了，所以明年出口困难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说，
没有，我想插一句，就是另外它这个出口增加呀，还有两个因素。嗯，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你看第三季度中国这边呢，就按他说是6.9%是吧？增长。你说啊，就是实际上可能就像您分析，只有两点几。那么美国的 GDP 增长是33%的。嗯，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报复性反弹。那这样的话呢，这是第一个，就是美，就是它对那个肯定对产品对进口的需求要增加嘛。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美国因为疫情影响啊，它的一些服务性的消费降低，去饭店呐、旅游啊都大大降低了。但是呢，大家都是你看我们周边的都是在装修房子，都是在呢，很多时候他省下的钱就买礼物，他花钱也多，这个到了这个消费季节。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对产品的需要就增加了。这两个因素也导致了现在目前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嗯，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刚才讲的消费，明年情况消费疲软，这个出口呢，明年可能仍然和今年情况差不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年这个百分之，就是政府投资最后大部分都落到房地产公司兜里去了。然后拉动的只是2.2%的这个 GDP， 等于亏了，亏了一半，有一半钱就帮地方政府还了债，什么作用也没有。所以中南海现在也知道这事儿不能这么玩，所以他明年不打算这么干。那不打算这么干，中国的投资就失去方向，或者说就没有投资了。为什么呢？房地产不能再投了。那么房地产不投，基础设施投资也就多余了。除了中铁还在那儿造那个没有乘客的那个亏本那个高铁以外，就是大部分高铁都是亏本的。现在是再修高铁都是往西部修，那就更亏本了。那么现在制造业呢，也是不想增加产能的，这个制造业现在困难很大，所以拉动经济这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2021年肯定是情况下降，都走不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现在其实这个不管他用什么内循环、双循环、什么自力更生，他用什么口号都不重要，就这个现实摆在那儿，就是王小二过年了，一年不如一年。对，我补充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刚才小龙先生讲的2021年啊，我认为最终他还得最后回到这个，就是这个投资拉动这个策略战略上来，甭管他多么无效，房地产他还得投资，因为没办法。这就好比说什么呢？就大家知道那个有一个真事儿嘛，就是这个中医那个壮阳药，他把那伟哥给那磨成粉放进去，就是说你就说为什么他先说弘扬中医，就比如说习近平说我们要弘扬传统医学，弘扬中医，对吧？但他说我出个壮阳药，说这个药很有效，但是他没东西，中医他没东西嘛，怎么办？他只好放伟哥，他必须得放伟哥。那这个就这跟经济是一样的，他因为习近平来说他的中心是权力，那为了服务权力，那就必须得搞政治，那政治的需要是经济必须得不能垮，那经济不能垮唯一的。就是你往里加伟哥，那就是投资嘛，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直到这一条，我倒是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了。啊，您讲，就是现在消费是拉不动，对，但中共好像在琢磨另外一件事儿，让制造业转向搞扩军备战，搞军工。嗯，军工还是花政府的钱，把政府把那个七弯八绕投出去的钱，他跑房地产去。帮房地产公司还债，他觉得太亏，还不如呢，我来搞军工，走希特勒当时赚钱的道路。哎，对了，就扩大军工生产，那些制造业企业对他们来讲，现在市场没有订单，政府来订单也行啊。你让我从造洗衣机改成造，举这个找个比喻哈，改成造手榴弹、机关枪也行啊。所以只要企业能活，不裁人。怎么着他都干，那么对政府来讲呢，短期内他可能觉得这是个招，又增强军力了，然后呢，以后再威胁的，假如是拜登呢，就继续威胁他，让他趴下，然后呢，中国想办法，这个仗着军力就出去抢市场、抢资源，
所以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点的话，军国主义化，嗯，这点他现在目前我觉得就是结果会非常的会非常的难看，因为那是一定的。对，他像希特勒和那个当时日本的他的军力扩充呢，他是有他的这个，他必须最后配合他的侵略，这种侵略会带来他的利益，这个利益来弥补他的投资，来得到投资的回报。现在呢，目前中国已经基本上第一岛链就已经把中国这边，当然如果沿着川普这个继续的思路的话，把它已经按住在第一岛链了，甚至南海岛礁，甚至我可以随时给你拆除。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得到的回报的这种机会非常低，那么最后会怎么样？铤而走险，解放台湾是吧？也可能是个选项。但是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就解放大陆了。其实我想再说一句啊，就是刚才张巡讲这个可能性，就这个可能性啊，其实是上个世纪二战时期的那个模式，所谓地缘政治，就是抢市场、抢资源。嗯，但是中共与就刚才张巡有一句话很关键，就中共老想着往回看，就动不动就想着延安，那是东西是那是一个根据地精神，那是根据地精神，就是甭管它是什么精神，嗯，就延安代表着落后，代表着封闭，代表着顽固，代表着它的生存基地。那是我那个生存基地是所谓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红米饭南瓜汤的生存。对，他也许今天中共能靠红米饭南瓜汤，全中国人民大家一块儿红米饭南瓜汤就那么熬着。嗯，其实我想说，如果中共真的以为扩军备战能够给他带来经济生存，那是最大的愚蠢。为什么呢？现在是个经济全球化时代。你说我需要现在全球化时代意思，中国这世界工厂不要需要什么，它要市场，要卖东西。你要是想往一个发达国家卖东西，然后你拼命把往人家那儿打，把人国炸得稀烂的，那还能卖吗？所以在全经济全球化时代，你想要的市场是你卖东西的市场，那市场是你要千方百计保护的。保护了那人有钱他才会买你的东西，他们自个儿都过不好了，你把他占了有什么用啊？你还得养活他。所以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抱着那种我说这井冈山啊延安也好那个极端落后的思维，以为说这个扩军备战就能带来生机。其实扩军备战如果只要他把拳头往外一伸，伸到哪儿哪儿的经济就垮下来，威胁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经济就不会好，不会好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就这个中共想他把它当市场，这个把东西卖到哪儿去，那就没戏了。换句话讲，他要扩军备战，砸的是谁啊？砸的是他自个儿的市场。嗯，越扩军备战，他的市场越小，最后他就没市场了。所以这个算盘从头到尾他就是错了。但是他们就那么愚蠢，也没辙，教不会。这个安全的这个战略，刚才小这个张巡先生谈到，就是这个从经济增长啊变成这个经济安全的战略。那么，这个经济安全的战略呢，实际上在中共的这个决策这个考虑中呢，是具有很重要一个位置。那么也是鉴于国际环境的一个变化。原来啊，三驾马车里头出口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不能够对国外过分的依赖，导致人家掐你的脖子。现在他搞成这个发展那个内需啊，另外一个啊，从农业进口那么多的东西，到人家可能卡你脖子，现在要搞种子啊，搞自己的种子。那么美国这边搞技术封锁，那么这边想着要搞这个技术链的这个自主性啊，这方面啊。确确实实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北京现在发现这些问题后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那我想请张巡先生关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北京看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下的这个药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呢？对，这个就是刚才我拿这个伟哥做的这个比和这个中药他做的比喻，他治不好的。因为呢
他开始就说咱们在特别在上半年呢，大家很多都关注这个疫情。这个关注这个疫情的话呢，比如说中国这边他怎么样进行抗疫呀、啊、这个中国政府甚至很多表扬中国政府抗疫活动很有效啊，另外关注美中关系。但是他忘记了什么呢，就是很多我们很多人忽略，就是中国这边的内部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我和小龙先生都讲这个经济瓶颈问题啊，债务问题啊，这个滞胀的威胁啊，中等收入这个下降啊，还有 GDP 跟资源环境的这个矛盾的之间这么一个增长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那么它其实是随这个疫情中间是更加加剧了。但是这些问题的话虽然国际社会可能忽略了，但是中国这个当局是摆在他面前的呀。对吧，这边是企业倒闭，那边工人下岗，这他不能不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怎么解决？唯一的办法，你到现在看吧，我已经观察他从2012年开始了，开始李克强说什么自贸区啊这个那，他就不要想不想走原来那个印钞票的网路，最后结果还得走，是吧？而且不仅走，原来是4万亿后来变成80万亿，那比你这个变本加厉。而且什么情况，你发现他现在有个规律，他越不想走，比如他想做供给侧改革，他想做经济整个结构性调整，就也就是说他想避免去加伟哥，但是呢他避免的程度越高，他这个避免的努力越大，到最后加伟哥的量也越大。因为什么呢，他只要一避免，他的经济要下滑，经济下滑以及政治的波动荡，那政治动荡威胁到权力，所以他必须得又得回到加伟哥的这个路上来，所以他就这么回循环循环循环，直到哪天彻底循环不住了，他就是个规律。你看着现在往下走还得这样子，没别的办法。对啊，但是他就想连个种子都不能自足啊，技术上自足是个问题啊，种子上都不能自足啊，这个东西成那么小事看，就是北京怀疑北京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啊。那么你说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啊，这是一个担忧。那么小龙啊，前面谈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2021年啊，它会比2020年的经济上还要疲软啊。那么未来呢，可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所以说，在这个一些专家的这个文章里也谈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话题标题的一个第二部分，就是未来北京啊。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怎么办啊，就是考虑活下去啊。那么我就是想问这个嘉宾啊，就是老百姓真的面临这样一种啊生存下去的这种啊可能性吗？因为华尔街现在仍然看好2021年的中国的这个啊市场啊跃跃欲试，好像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小龙先生，嗯。我从来不认为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判断是准确的。嗯，他们犯错误机会太多了，或者说是错误从来大于那个正确判断。嗯，那么他们实际上像这个一些投行，他们吹嘘中国经济好，其实是为了骗美国投资人，好去买帮着中国推销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帮着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上市，从中赚一大笔钱手续费，所以说白了那是骗子，金融骗子，华尔街金融骗子。那么至于说刚才张巡讲这个中共现在等于说是他是用伟哥来做比喻，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是以前这个说这个皇帝想长生不老，就拼命的吃找道士炼丹，然后炼那个有里面含汞的含水银的那个丹药，说吃了以后那个红叫红丸嘛，吃一粒红丸，当时感觉还可以，精神也有点振奋，人也不累了，但那玩意儿是要命的，那水银中毒，吃着吃着命就送掉了。所以你可以说那是和这个吸鸦片呢、啊、吃这个红丹呢是一回事儿，中共现在走的就这条路，他为了活下去就只能是不断的用自杀的方式在那里延长寿命。那么老百姓也其实意识到这个，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角度，他们关心的就是一条，我看看我们公司的情况，我看看我们老板大方不大方，然后呢这个我们公司的业务现在怎么样。那么看到的消息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好消息，公司一般的来讲，公司现在全面的都是在收缩，这个只剩下维持基本生存的，就是吃口饭的那些开支，老百姓还必须得花，不然你活着就得吃饭呐。但是这个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兜里有点子儿，这个又有两套房，这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的依靠。因此他们的恐慌程度呢，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说的房市不会倒，房价不会跌。然后呢，我们家那点两套房子值个在这个一二线城市值个几百上千万，所以呢这钱够花了。所以呢他们不是真的很恐惧，但是这个居民财富大部分落在房子上头这件事儿本身，这个假设是大有问题的。中共现在非常小心的把这个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小心的护着，就跟小孩玩肥皂泡似的。你要想让的泡肥皂泡吹起来不难，使劲一吹它就起来了，飘到空中了。你要想让它不破，对不住了，那可忒难了，它早晚得破。没有不破的肥皂泡，也没有不破的房地产泡沫。所以很多人现在想的是，我这房子上千万买进，它怎么也不能跌个10-20%。对不住，它有可能跌。所以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很多对未来经济前景的看法呢，是去按阶层来区分的。那个家里没有房的，在乡村小镇农村长大的孩子进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关心的就是房子我老是买不起，那么我好不容易存点钱，我就希望说保住饭碗，这还有个未来的前途。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看着的饭碗。然后呢，与此同时，眼下的工资再抽抽，那我就是开支也抽抽，能不花就不花，能不买就不买。所以今年的那个十一黄金黄金旅游周吧，这一个多星期的这个今年的国庆的这个长假，出门旅游的人还是不少，但是都是穷游，就是说大家不花钱了，所以那些做旅游的那些旅游点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大大改善，但是人是都来了，来了以后也都走了，然后什么也没买，人家来溜达一圈，为什么？不敢花钱了。对未来看公司啊，看这个自己的饭碗，看着都心里毛毛的。那么城市那些这个所谓的中产家庭，他们关心的其实更大程度就是房地产问题，房地产价格问题。只要房地产价格往下一掉，他们就开始毛。那么现在呢，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掉了。这个最典型是现在是这个华北，从北京东边的这个一些地区，还有就是这个北京东南，像廊坊啊，靠近天津这些地方，原来这个开发了一些小区，说是北京你们住不起，住我们天津来，每天坐高铁到北京上班，当时认为是个这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居家模式。现在那个地儿房价率先开始掉，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是这个现在掉的幅度还不小，也就是说这个房价下跌已经其实开始了，当然是从边这个大都市边缘开始掉，等掉到市中心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发现说，他原来以为他们家靠着卖一套房子就能够养活他们家一大家子几十年，那个日子可能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有可能到时候你想卖房子的时候，
那房子已经没人要了，谁也买不起了。那会儿那个房子不是钱，那是累赘。因为那会儿你想卖房子卖不掉的时候，也是政府想没钱的想收房产税的时候，您养着房子卖不掉，同时你还得交房产税，所以你得还掏腰包倒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实际上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但它有点是一个渐渐的收紧的过程，就跟抽鸦片是一开始抽一点没事儿，抽着抽着你上瘾了，越抽越多，哎，对不住了，不定哪天您就嗝屁了。这种老百姓的生活充满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更比不确定性更糟，不确定性还逻辑上还有两种可能，有好和坏啊。中国经济没有好那一面啊，只有坏那一面。至少在马云这个级别的资本家身上已经感觉到了这种不确定性。马云当然他不在乎吃饭了，现在都在猜他这几种阶级，这不是不吃饭的问题，现在好像马云现在都在猜他怎么会结局，但这是一个缩影啊。那么有一个嘉宾曾经谈到，就是说当这个国家呀把经济安全放在第一的时候呢，老百姓的安全就成了问题啊。所以这个活下去啊，在某个意义上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收入的问题，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会不断的侵蚀你的这个财务自由、个人自由，对啊，让你的生存基础面临威胁的问题。因为这个当国家它为了这个安全，你说这次停电的问题是吧，对，那有的为什么停电啊，有的时候不缺电啊，但是因为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停电，那么就是一个这个安全问题威胁老百姓的这个基本生存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案例。所以张巡先生你怎么解读啊？张巡现在啊，等你把耳机戴上我再给你提问。我借这个空说两句哈。这个补个场。就是现在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政府在那儿，刚才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中国政府可能通过政府订单，这个把制造业的重点放到什么军工啊等等方面去，这里叫做扩军备战经济。备战经济，备战经济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拿到了军品订单的公司，那是有工资可拿，有工可开，然后这个貌似还不错，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对政府来讲那个可不是什么经济发展啊，那叫经济消耗。你造军品能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帮助啊？任何帮助都没有，不能吃不能喝啊。你说造了核潜艇，中国每个人家庭就富起来了，那钱都白糟蹋了。所以对政府来讲，搞备战经济，搞这种对外威胁式的路线，其后果是政府必然债台高筑，然后走上这条路以后，很快的经济危机会再进一步加剧。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后续的策略，就是在以前历史上看就是一个军事扩张，然后取得一些额外的利益，对吧，有些那个溢出效益，这样才行。没有这个，后边他等于说最后呢是更加加剧他的债台高筑。对，这个刚才张巡先生不在啊，正好我问了一个问题，现在请张巡先生来解答，就是当这个国家把经济安全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呢，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这种转向最终会威胁到个人的一个自由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马云现在大家给他算命啊，这个未来的几种选择，未来几种选择啊，就不仅仅涉及到他破财的问题，这个人呢说现在被限制出境了，那么这种人身自由啊就开始受到了一种限制。那么这个最近的这个停电呢，也是啊，有的人说中国并不缺电啊，是因为国家安全导致要停电，所以说这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啊，经济安全啊，威胁到老百姓基本生存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听张巡先生谈谈这方面的一个看法。为了老百姓活下去啊，实际上在某一上，有的时候不仅仅指经济上你的收入能力下降啊，那么你在某一上呢，它可能意味着你的自由的空间被收缩啊，这种担忧有没有必要？
首先一个就是关键看这个经济安全它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在这个自由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中呢，它也存在经济安全问题。比如说29年，就28年，这个就是那个就经济危机到29年大萧条以后，那么各就是这些西方国家普遍增加了一些政府的一些有些是管制，有些是服务的项目，比如说对福利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生活的一个保障啊，或者说呢是这个反垄断呢、啊、或者是这个等等，它会出台一些，有些是一种左派的措施，我不同意，但也有一些呢，它是一种被动的消极性的，是一种预防性的，或者说政府在裁判人的角色来做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这次中国所谓的经济安全它是怎么做的，它实际上就是杀鸡取卵，它就是资产再分配，其实就是纯粹是共产主义那一套，对吧？那么马云他说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什么，我随时可以把这个交给国家，对吧？你这个本身，那从中央来讲呢，第一你废话，你肯定是因为你怎么起来的，你小子没有国家你能起来吗，对吧？第二一个说你居然现在要你给国家帮忙的时候你说出这种话，你不让国家难看吗？所以我不整你整谁，说马云未来的立场下场不会好。但是呢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他所谓经济安全实际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话题，是一种政治性策略，它是防止经济导致社会不安，导致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安全。那这种情况下呢影响自由，他所以说他比如对吴晓辉也好，那么对马云也好，他现在目前整个策略对于这个，而且就是不让你去卖菜，对吧？让你拿这个钱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回到了一个肯定是从政治到经济都管制这样一个时代。那政治到经济都管制，有些人说了，说那百姓活下来的话，他有没有自由无所谓，对吧？他只要是能够这个有吃有穿那就行，这个话也对。但是政治安全导致整个的自由度的下降，自由度的下降导致整个政治文明的整个社会这个创造力的下降，那最后呢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经济能力的这样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很可能又回到文革或者三年灾害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一个必然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好，那我再补充两句，就是就停电这件事儿来讲，中共如果说用国家安全做这个借口的话，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明白，那是政权安全，不是国家安全。为什么呢？之所以停电，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煤，这个几十船在中国港口，中国政府不许卸船，理由是我要制裁你、压制你。但他的压制澳大利亚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好处吗？不是，他是拼着中国经济糟了他也得压制。原因是说，我想在你澳大利亚大门口修核潜艇基地，你不许跟我出幺蛾子来干扰我，所以我先把你压你一把，把你压怂了、压趴下了，我再怎么那么干就没关系了，你就得顺着我来。那么修核潜艇基地这样的事儿，是中国国家安全必须要的吗？不是，那是威胁美国必须要的。所以在国家安全这个标题下边，藏着大量政府在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了政府扩张的野心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这些事儿十有八九就是把民众这个坑拉到坑里去了。这个我们就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就很清楚了。最后的结果是日本老百姓在战争中很幸福吗？可能头两年勉强，以后是最后就连饭都吃不上。但是德国也好，日本这个大日本帝国也好，当年老百姓可都是没有办法说个不字的，只能让着政府把这个军国主义，把整个国家拉上军国主义战车往前拖，拖的男的都死光了。好，谢谢这个新的角度的补充啊，关于这个经济安全战略的新角度的解读。我们关注啊，这个中国经济向内战略转移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战略转移呢，对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日常的生活的这个影响啊，
那么这个话题呢，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年末的啊，中共中央的那么经济会议。那么这个经济会议呢，啊，媒体关注呢，啊，是因为就是说，它既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啊，也是对未来形势的一个啊这个预期啊。因此呢，这个很多媒体关注。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关注啊。这些呢，这一天呢，海外媒体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啊，这个啊。反垄断啊，这个防止这个资本的无序扩张啊，讲马云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比较多的关注就是说，啊，在 FT 上的一篇文章，也就《金融时报》啊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是一篇中文的文章。那么它里面就提出一个，就是他这个徐先生分析呢，就是说啊，这个经济会议呢里面啊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在进行某种经济上的战略转移啊，战略转移。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来解读解读啊，这种战略转移啊，这种理由和必要性，以及它可能面临的一个后果啊，吴强博士，这个作者是一个女孩子啊，她不是是个女孩子，你还知道男她是的女孩啊。子，对对对，那么那这当然我认识她很长时间了，但是她这个她写这个文章我也没看出什么新意。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篇文章，而是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换句话说，如果说战略转移这个词在她这文章里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把它当做是，北京，比较少用，但是其实中文世界里头经常常用的一个类似的词，战略转移，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实际上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战略的大撤退，用战略转移来掩盖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失败或者撤退，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战略转移，或者说他所想表达的意义是在这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几点很有趣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提了几点，住房是一点啊，他继续在强调住房的问题。第二点呢，在强调农业的种子问题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把农业的种子问题放到年度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来谈，而且作为明年工作重点，似乎农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比如说明年的1号文件出来，就又是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三农的这个工作党的报告、党的决议，最后可能种子会放在其中的核心位置，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都是在谈农业、农村、农民。怎么样？怎么样？现在种子反而会变成第一位的问题。那当然，这背后包括所谓的对所谓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我们都看出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什么呢？种子指向的是北京最关心的粮食安全的问题。那么住房关系到城市安全的问题。那么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我们知道，当然一方面是在反对，是在敲打这些民营资本家。敲打这些民营资本，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背后是金融安全，包括我们看最近从在财政部的以及中央银行的，包括王岐山的一些最新的讲话，都能看出来这一点。金融安全是北京最担心的。换句话说，整个经济工作会议其实是一个经济安全会议。如果这么一理解一看就很清楚。那么经济安全会议意味着什么呢？那实际上，当然前面谈的是内循环，要发展内循环，那么，那它实际上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经济安排，这个防御性的经济安排，这防御性指的是强调安全，强调六个稳定，六个保证，六个保证实际上是六安全，以安全为第一，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过去美国大选，或川普总统是。American first。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中国没有什么竞选，没有什么，但是也没有人提出更明确的、比较响亮的政治口号。但是我如果给他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就是 security first，是一个安全第一。那么整个从上到下，似乎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到
到相关的各个方面似乎现在都是安全第一，这才是这个整个经济工作会议所透露出来信息，它是以保障安全作为第一考量。好，嗯，啊，这是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安全的。那么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这种战略向内转移也是为了一种安全的一种考虑，所以做这种转移？嗯，对的，这种我相信当然是，但是某种意义上它也超出了这个安全的范畴。就像我们刚才谈论第一个问题，我们谈论中美关系，美国方面其实对 TCL 对所有这些问题，它都是以安全、以数据安全、国防安全，对，它也是在安全。那么中国，我们现在看到它谈经济工会也是安全第一，这是一个对应的，只不过它没有对应到美国对美国具体企业的，但是呢，它强调的是企业要向回收，要发展国内的市场。内需要重新来创建内需，这实际上是在承认过去的八年这种中国的这种自由化，不叫自由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个战略在未来可能是行不通的，他在做好准备，在做后路啊，在做后路。那这个后路现在才做后路，当然是很可笑很迟的。换句话说，中国一直在做世界工厂，现在是要求整个世界工厂开始内向型的发展，要往内需，要发展内需，所以他在谈各种各样的问题，内向的能源、种子、这个住房等等等等。那稳定住房是为了让人民，似乎是想让人民不要把钱都花在住房上面，而是拿出更多的钱来消费，来提升消费水平。我记得去年在开两会的时候，不是今年两会，去年开两会的时候，很有意思，当时政府工作报告对内需虽然也在强调内需，但对内需它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具体措施是要解决城市的停车问题，这真是很可笑的一个小问题。当然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各地都在限制这个车的上牌，他要提出这解决停车问题，其实中国的内部的政策在过去八年一直我们说是所谓供给侧改革。那现在我们发现所有的一方面是供给侧改革，另外一方面所有的政策都对消费是有很大的限制，无论是房价飙升，还是说对，比如说对车辆购买的各种的限制，甚至我开着车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新冠疫情期间的各种的这种健康码，其实对消费都是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呢，今年呢，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提出的口号叫做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在我刚才我们说了，他在承认北京实际上是在承认供给侧的改革已经失败了，他现在在转向供给侧的改革，只不过他不愿意明确的承认这种失败，而是以所谓的战略转移。这战略转移不是说是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所谓的双循环，实际上是指的是供给侧的改革失败了。以前国内在禁止这个小摊小贩上街什么什么，把这个我们也知道北京的这个内城原来很好的很繁华的，现在都变得漆黑，这个上临街的门脸都被这个所谓的拆墙，不叫拆墙打洞，而是被封墙封了窗户，临街的店面都被关闭。比如说北京市内我们以前经常去的五道营、方家胡同、咖啡馆、餐馆都面临着破产。就北京在过去八年他是做的，包括驱逐低端人口，一直做的是对消费端的一种抑制控制，这是在供给侧名义下来进行改革，进行的城市改造，进行的各种所谓的安全名。但现在呢，那经济工作会议如果说有一点积极的意义的话，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他终于要承认人民的需求的权利，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围绕人民的需求侧，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做一些放松，做一些真正的保障，保障人民的基本的财产的权利、居住的权利，保障人民对基本的消费的权利和自由、迁徙的自由和权利，以及信息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政治的权利和自由，
人们的需求不仅吃喝拉撒，还是要有消费，还要出版、读东西、互联网，还要有结社等等等等。那么这才是需求的真正保障，这才是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的想象，一个构景。这十九大的报告所做出来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它只是一个刚刚一个很为难的、很不情愿承认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供给侧改革转向需求侧改革。这个你谈到从供给侧改革转向需求侧的改革啊，并且提到了这个需求侧改革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内容啊。那么我发现是不是可能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它基于安全的这个角度的这种转型，和基于这个消费或者经济结构内部的这个问题、深层问题这种改革之间又有一种矛盾性。那么这次经济会议它更多的布局并不是啊这个。啊，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消费侧的改革，而是怎么样的解决啊过去对美国市场或对世界市场的这种依赖。那么现在这种依赖现在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关系，也依赖不了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才会有科技链的这个自主问题啊，种子、粮食、种子啊。你刚谈到粮食、种子涉及到粮食的安全问题，因为我们要大量的从国外进口粮食，产生了对西方的市场的这种依赖。啊，所以说他谈的这些问题呢，都是为了让中国跟这个国际社会留一手，以至于不被人拿住这样一个角度的一种思考，而更多的不是在就是说用你的说啊，在需求侧如何提升人们的消费的层次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我觉得对的，目前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安全第一的一个部署，可以这么讲。那么它跟他们想要的需求侧改革其实是内在的紧张。换句话说，按照目前这么一个部署来说，在我看起来是不可能来推动一个需求侧的改革。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只是目前这么一个防御性的、强调安全第一的各个方面的部署，实际上是表明供给侧的改革失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失败本身要比需求侧改革什么时候启动更重要。也许需求侧改革在目前这种安全第一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也许很难启动。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李克强总理在前年，我记得好像在前年就开始就通过国务院的这个国务院会议。就通过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行政的命令，就是允许人民在街上自由摆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呢，人民没有拿到这个权利。尽管国务院会议已经决定了，人民要求各地方放开这一点，但实际上各地根本就不听他的。就换句话说，我们就看到这种，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张力，这种安全第一是不可能说来保障人民的需求，反而是对各方面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典型的就是这一周我们看到，在湖南、在浙江，现在最新是到广东，大面积的停电。在年底气温降到一年最低的时候，寒潮来临的时候，人民需要用电的时候。而哼，且，没电比了。如说像义乌、像浙江都在忙于跟美国生产，这个其实连12月份的经济生产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呢，因为停电，小工厂、商店都被迫关门，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电炉不让用。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开始都是用大功率的电磁炉等等等等，热水器现在各种各样限制出来了，这就是把人民的需求。完全是无视人民的需求，而且是基本的需求，而且是吃喝住行的最基本的需求，现在都被一个简单的行政的这个命令给压制住了。但是它是为了安全，那背后安全是什么呢？也许是能源的安全，也许是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安全，也许我们将来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挺有趣的啊。这个你把这个停电这个事件跟这个需求侧的需求
与这个经济安全或者这个安全第一的问题连对上钩了啊，有意思对对对，啊。其实它确实是相矛盾的。我只是说，军事改革是国务院方面是认识到了、承认了这一点开始，但实际上最后由整个中央来确定的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一个党的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跟这个他们意识到的必须的这种改革是背道而驰，只能这么讲啊。但是它能够证明的是。供给侧改革过去8年已经失败了啊。这个说到这个份上呢，那么我们就谈这个作者另外一个观点啊。他往下面说的话呢，他就说到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普通民众呢疫情虽然冬天已经疫情的冬天虽已过去，但经济的春天还没有来到啊。然后下面就谈到了这个时候呢，活下去是第一选择啊。实际上，对这个经济的未来呢，他实际上并不看好，说明后面说要谨慎消费啊，度则杜绝盲目投资，好像要大家这个深挖洞，广积粮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看到的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看好啊，那么一些经济专家呢也看好中国的来年的这种经济。那么，似乎这个出现了两种矛盾的一种看法。你怎么样看这样一种这个战略转移和这位作者活下去第一，以及人们说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呢？对，很有趣。国际社会包括德国的媒体，包括美国《华尔街》，对中国在过去1年经济表现其实都是赞扬的。全世界都受疫情影响，只有中国经济在往上走，而且可能今年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还要达到8%啊。那么，对，全世界都完蛋，那就中国经济还行。那似乎这是，但是呢，在中国内部。我们所有在经济方面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金融时报》中文版这篇文章以外，我们也能看到，在过去1、2个月，中国的生产性投资以及相关的投资，企业的投资各个方面都是出现大幅下降，就是现在企业已经不愿意。他的投资意愿已经在往下降，实际的投资和投资意愿都往下降。他换句话说，对未来前景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这是很有趣的。这一方面，中国好像还在大量出口，经济在往上走，但是另外一方面，企业界其实对未来是一个悲观的一种预期。那么虽然他们在生产，但是已经不追加投资，不再扩大生产。这是很有趣的，他们不扩大生产，而且在逐渐的减少他们的投资，甚至在转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转移当然也不是今年开始的，也不是过去2个月开始，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开始了，转移到越南，转移到其他地方。那么他们在撤离，这是我们看到的，以各种方式在撤离，不管是撤离到越南，还是说把生产性的资本转移为。房产或者转移为金融资产等等等等，或者是以各种方式在撤离。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他们现在是在面临着一个战略上的选择。这个战略选择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刚刚谈美国的战略，就是中国老百姓现在也在，只要有资产的人都面临着一个战略的选择。他们发现自己的资产在中国是不安全的、不可靠的。当北京在强调安全的时候，人民似乎就意识到了不安全，这是最有趣的，就是国家安全和大众的安全的感受完全是2个概念，完全是紧张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需求侧改革和现在的安全第一的这种经济部署是内在冲突的，是矛盾的。其实民众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过去节目讨论当中做过的，比如说。美国要对中共党员，要对很多做制裁，其实这个信号包括最前不久对14个人大副委员长做制裁，其实他所包括对很多的中国的企业要做制裁，那这个信号这都是战术信号，但是它的
背后的战略信号正在形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或者说有产阶级，他们其实未来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不然死心塌地的让孩子在中国受教育，那么资产，他们的资产要得到中共的庇护啊，就无论是 TCL 还是一个小企业，他都要得到这个党的庇护，要不然就要割断内部，要割裂这种关系，把资产、把下一代的教育转移到国外。其实现在是对中国的有产阶级是面临着一个选择，这才是我们看到两种安全，他们公众考虑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未来的阶级安全的问题啊，他们也许就像担心自己会成为明天的马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为明天的马云。马云固然是树大招风，但是他们在地方，他们可能是小资产者，其实他我相信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这种风险其实一样大，而且对马云来讲，他树大他不容易倒，但是对小资产者来讲，在地方层面上碰一下就倒了。所以过去一年的中国的政治环境、政治风向的变化，其实会让中国人、企业主甚至消费者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二选一的选择，这是一种相当有意思的选择，也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战术制裁所产生的一种战略性的信号，那么也是中国内部因应这样一种战略制裁所产生的内部的反应，就是以这种所谓安全第一来节制资本，来控制各种市场的干预，加强干预，而且并没有放松等等等等，这实际上是让民众产生了相当的不安全感，相当的不安全感。而且这不安全感在最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在疫苗竞争当中，民众现在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明年一月份马上过几天，我们过几天圣诞节新年，然后一月份就是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的日子等等等等，到一月底就是他去世的这个一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民众已经被过去一年的这种抗疫成功已经麻痹了，习惯了这种全国各地非常紧张的暂时管制的状态，但是在今年这种普遍的断电、普遍的一种不安全感当中，他们会在明年一月份重新意识到这种不安全是全面的、深刻的、系统性的。这是我们看到两种安全，所以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给民众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其实是相当的，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很不安全的信号，就是民众应该能够读得出来，哦，原来北京是要备战备荒，那么这是很危险的信号，这是很危险的信号。这个我觉得挺谈的挺有意思的，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把中国描绘成为歌舞升平，这个觉得中国是这个淘金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啊，真的觉得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但是你今天我觉得这个徐锦这篇文章在某个上都在敲这个警钟，尤其是在这个安全第一的背景之下啊，人们的这种不安全感增加啊，这种对比度啊，这种反差、这种矛盾啊，似乎很多人没有看出来。我觉得哈、啊，很多人没有看出来，所以提醒的是很有必要的。嗯，再次祝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最后谢谢我们导播啊，一年来的辛苦，圣诞快乐和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